椰蓉面包的做法步骤。一、所有的食材拌在一起，发酵五个小时。二、发酵好，揉出空气，醒十分钟，分成四份，擀成饼状，包进椰蓉。忘了给也用照片了，就是椰蓉加一勺黄油，一勺糖，牛奶隔水加热搅拌。三、用剪刀先剪出十字。四、一共剪12下，两个对折。五、六、放进烤箱160度，中层上下管一起加热25分钟。七、